哎，那行了，这水来了，好，你看，烫不烫？我呀，行，再拿面箩来。啊？哪个箩？没箩不能变戏法。这箩，哪位贵宾身上带着箩呢？接着拿戏。人家谁晚上看节目来带箩呀？没箩没法变嘛，变戏法都得打箩，疼，那没法变。我说这么好吧，啊，你找个什么代用品行吗？代用品呢？啊，代用品啊。哎，有了啊，就拿你这个头当代用品。我这脑袋能当聋哑？愿意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，咱们为了看口吐莲花嘛。行，那咱们就给你变这个口吐莲花啊。好。你这脑袋就当锣啊。好，行，咱试试啊。哎呀，不行。怎么不行？哑巴锣不响。废话，我这是肉的，你把它打破了你也响不了。那有什么代替品吗？我一打你得汤出声音才行。